为了促进县内观光旅游，县府特别推出婚龄安心旅游活动，只要是婚龄乡亲，也是来婚龄读册、工作的民众，拢会参加。这个旅游活动也有安排路线，来到未了月光下友善农场，除了了解未了历史文化，也推广在地友善农作的麦芽产品，希望乡亲更加熟悉未了。婚龄县推出安心旅游的活动，这旅游活动包山包海，毛安排路线来到未了的光下友善农场。农场主人除了介绍未了历史文化，也推广在地友善种植的麦芽产品，来让旅游的乡亲更加熟悉未了。它的名字叫云游麦果麻回咖，然后由我们县府安心补助，还有游客就是两天一夜只缴500块。麦寮种麦几乎是不知道的，也不了解的，所以我先来采点，然后引起我很大的兴趣，所以我回去就在协会开个会啊，大家就一起来，然后我就将这个点改成我们的路线。农场的主人准备了乌糖麦芽布丁、麦芽茶甲麦芽饼，这拢是利用友善环境的方式种出来麦芽所做成的产品，食起来真好食嘛，营养健康，同时也推广在地产品。那我们就在这边介绍整个麦寮的人文历史啊，那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要介绍我们在推广的本土的台湾小麦，然后让民众可以吃得到台湾小麦制作的像甜点啊、麦茶、饼干之类等等的。印象里小麦只有做成麦芽糖，可是我今天看做那个成品饼干啊，还可以也做成早点啊，因为我印象里面它很像我们的那个洋芋仁，可是吃起来感觉真的很香，又有我们本土的那个经济作用，其实算是很好的作品。来到这游客基本上拢对麦寮有一款空气真歹、污染真严重的印象，但是透过实际行一撮麦寮，嘛深深了解麦寮的文化以及改变对麦寮印象。跟我之前想的拢无同，因为较早听朋友讲啊，麦寮其实是无讲足好的所在，因为六坑伫遮，所以来遮的时阵，感觉空气啦、环境，甲人较早讲的拢无同。我感觉台湾应该加，毋是单种白米尔，应该种一寡小麦。因为真正在台湾咧，拢是用进口的，所以咱也会真正有足侪农民会使种小麦，对咱其实是足好的所在，会使吃到在地的这些小麦做成的一些面粉啊，一些产品出来，对我们来讲是很好的。透过旅游会当到婚姻其他乡镇行行看看，同时也收到上新上趣味的代志，相信这个来到未来的经验会当予游客留下深刻印象。记者林贵主场报道。